是问禅官，参求无数，往往到头虚老。磨砖作镜，积雪为梁，迷了几多年少。茅吞大海，见那须弥，金色头陀微笑。悟时超时第三成，凝滞了四声六道。谁听得绝响崖前，无因树下杜宇一声春晓。曹溪路闲，旧岭云深，此处故人阴遥。千丈冰崖，午夜连开，古殿连垂香鸟。那时节石破源流，便见龙王三宝。这一篇词名苏五脉，画表五佛如来辞别了玉帝，回至雷音宝刹。但见那三千诸佛、五百阿罗、八大金刚、无边菩萨，一个个都执着撞翻宝盖，一宝鲜花摆列在灵山仙境梭罗双林之下接迎。如来驾住祥云，对众道：“我已甚深般若，遍观三界，根本性缘，毕竟寂灭，同虚空相，一无所有。天福乖猴，世事末时，名声死史，法相如是说罢，放舍利之光，满空有白虹四十二道，南北通连。大众见了，归身礼拜，少请间，俱庆云在屋，登上品莲台，端然坐下。那三千诸佛、五百罗汉、八金刚、四菩萨，合掌近前礼毕，问曰：闹天宫搅乱蟠桃者，何也？”如来道：“那厮乃花果山产的一妖猴，罪恶滔天，不可名状，盖天神将，俱莫能降服。虽二郎捉获，老君用火锻炼，亦莫能伤损。我去时正在雷将中间扬威耀武，卖弄精神，被我止住兵戈，问他来历，他言有神通，会变化，又驾筋斗云，一去十万八千里。我与他打了个赌赛，他出不得我手，却将他一把抓住，只化五行山封压他在那里。玉帝大开金阙瑶宫，请我做了首席，立安天大会谢我，却方辞驾而回。大众听言喜悦，几口称扬，谢罢，各分班而退，各执乃是，共乐天真。果然是瑞霭漫天主，红光拥世尊，西方称第一，无相法王门。常见玄元献果，麋鹿衔花，青鸾舞，彩凤鸣，灵龟捧兽，仙鹤擒之，安享净土之源，受用龙宫法界。日日花开，时时果熟，习净归真，参禅果正，不灭不生，不增不减。烟霞飘渺随来往，寒暑无亲不纪念。诗曰：却来自在任悠游，也无恐怖也无愁。极乐场中具坦荡，大千之处没春秋。佛祖居于灵山大雷音宝刹之间。一日幻聚诸佛、阿罗、揭谛、菩萨、金刚、比丘、僧尼等众曰：自福乖园安天之后，我处不知年月，料凡间有半千年矣。今值孟秋望日，我有一宝盆，盆中具设百样奇花、千般异果等物，于汝等享此盂兰盆会，如何？盖众一个个合掌礼佛三匝领会。如来却将宝盆中花果品物祝阿耨捧定，祝迦叶不散。大众感激，各献诗深谢。佛师曰：福星光耀世尊前，福难迷身远更眠，福德无疆同地久，福缘有庆与天连，福田广众年年盛，福海红深岁岁间，福满甘坤多福音，福增无量永周全。陆师曰：陆众如山采凤鸣，陆随时太主长庚，陆天万湖深康健，陆享千中是太平，陆奉齐天海永固，陆明四海更澄清，陆恩远济多瞻仰，陆觉无边万国荣。受师曰：受性现彩对如来，受玉光华自此开，收果满盘生瑞海，受花心彩插莲台，受诗清雅多奇妙，受曲调音暗美才，受命延长同日月，受如山海更游哉。众菩萨献毕，因请如来明示根本，直解源流。那如来微开善口，敷衍大法，宣扬正果，讲的是三乘妙典、五蕴楞严。但见那天龙围绕，话语缤纷，正是禅心朗照千江月，真性清寒万里天。如来讲罢，对众言曰：我观四大不周，众生善恶各方不一，东胜神州者敬天礼地，心爽气平；北俱泸州者虽好杀生，只因虎口性捉情书，无多拙见。我西牛贺州者不贪不杀，养气潜灵，虽无上真，人人固受。但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，多杀多争，正所谓口舌凶肠，
是非恶海。我今有三藏真经，可以劝人为善。诸菩萨闻言，合掌皈依，向佛前问曰：如来有那三藏真经？如来曰：我有法一藏，谈天论一藏，说地经一藏，度鬼三藏，共计35部，该15144卷，乃是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。我待要送上东土，颇耐那方众生愚蠢毁谤真言，不识我法门之旨要，怠慢了瑜伽之正宗。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，教他苦力千山寻经万水，到我处求取真经，永传东土，劝化众生，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，海深的善性，谁肯去走一遭来？当有观音菩萨行进莲台，礼佛三匝道，弟子不才，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也。诸众抬头观看，那菩萨李元四德，智满金身，璎珞垂珠翠，祥环结宝明，乌云巧蝶盘龙髻，袖带轻飘彩凤翎，碧玉纽素罗袍，祥光笼罩，锦绒裙金络锁，瑞气折影，眉如小月，眼似双星，玉面天生喜，朱唇一点红，净瓶甘露年年盛，斜插垂杨岁岁清，解八难渡群生，大慈悯故镇泰山，居南海救苦寻生，万称万影千圣千领，蓝心心紫竹会性爱相疼。他是洛家山上慈悲主，朝阴洞里活观音。如来见了，心中大喜，道：别个事也去不得，须是观音尊者神通广大方可去的。菩萨道：弟子此去东土，有甚言语吩咐？如来道：这一去要踏勘路道，不许在霄汉中行，须是要半云半雾，目过山水，谨记成途远近之术，叮咛那取经人，但恐善心难行。我与你五件宝贝，即命阿努迦叶取出锦兰袈裟一领，九环阳杖一根，对菩萨言曰：这袈裟阳杖可与那取经人亲用，若肯艰辛来此，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，持我的阳杖不遭毒害。这菩萨皈依拜领。如来又取出三个箍，递与菩萨道：此宝唤作紧箍，虽是一样三个，但只是用个不同，唯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，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，你须是劝他学好，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，他若不服使唤，可将此箍与他戴在头上，自然见肉生根，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，眼胀头痛脑门皆裂，管教他入我门来。那菩萨闻言踊跃作礼而退，即唤晦暗行者随行。那晦暗是一条混铁棍，重有千斤，只在菩萨左右做一个降魔的大力士。菩萨遂将锦兰袈裟做一个包裹令他背了，菩萨将金箍藏了，执了阳杖径下灵山。这一去有分教，佛子还来归本院，金蝉长老果旃檀。那菩萨到山脚下，有玉贞观金顶大仙在关门守接住，请菩萨献茶。菩萨不敢久停，曰：金领如来法旨，上东土寻取经人去。大仙道：取经人几时方到？菩萨道：未定，约摸二三年间，或个至此，遂辞了大仙，半云半雾，约几成途，有时为证。是曰：万里相寻自不言，却云谁得意难全，求人忽若魂如此，是我平生其偶然。传道有方丈妄说，说明无信也虚传，愿倾肝胆寻相识，料想前头必有缘。师徒二人正走间，忽然见弱水三千，乃是流沙河界。菩萨道：徒弟呀，此处却是难行，取经人折骨凡胎，如何得度？晦暗道：师父你看河有多远？那菩萨停立云不看时，只见东连沙气，西抵珠帆，南达乌哥，北通达达，近过有800里遥，上下有千万里远，水流疑似的翻身，浪滚却如山耸背，洋洋浩浩，默默茫茫，十里遥闻万丈红，仙茶难到此，连夜莫能服，衰草斜阳流曲浦，黄云影日暗场低，那里的客商来往，何曾有鱼叟遗栖，平沙无烟落，远岸有猿啼，只是红了花繁之景色，白萍相系任一意。菩萨正然点看，只见那河中扑啦一声响亮，水波里跳出一个妖魔来，十分丑恶，他生的青不青，黑不黑，灰气色脸，长不长，短不短，赤脚金躯，眼光闪烁，
好似灶底双灯，口角压叉，就如涂家火波，獠牙撑剑刃，红发乱蓬松。一声叱咤如雷吼，两脚奔波似滚风，那怪物手执一根宝杖，走上岸救捉菩萨，却被灰暗彻魂铁棒挡住，喝声休走，那怪物就持宝杖来迎。两个在流沙河边，这一场恶杀真个惊人，木叉魂铁棒，护法显神通，怪物降妖杖，努力逞英雄。双条银马和边舞一对神僧岸上冲，那一个威震流沙使本事，这一个力保观音剑打工，那一个翻波月浪，这一个吐雾喷风。翻波月浪干昆暗，吐雾喷风日月昏，那个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，这个魂铁棒却就如卧倒的黄龙，那个是将来寻蛇拨草，这个丢开去扑药分松，只杀得昏默默，星辰灿烂，雾腾腾，天地朦胧。那个久住若水为他狠，这个初出灵山第一共，他两个来来往往，战上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那怪物架住了铁棒道，你是那里和尚，敢来与我抵敌？木叉道，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木叉晦暗行者，今保我师父往东土寻取经人去。你是何怪，敢大胆阻路？那怪方才醒悟道，我记得你跟南海观音在紫竹林中修行，你为何来此？木叉道，那岸上不是我师父。怪物闻言连声诺诺，收了宝杖，让木叉揪了去见观音，那头下拜告道，菩萨恕我之罪，待我速告，我不是妖邪，我是凌霄殿下是栾鱼的卷帘大将，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，玉帝把我打了800，贬下界来，变得这般模样，又叫七日乙子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余下方回，故此这般苦恼。莫奈何饥寒难忍，三二日间楚伯涛寻一个行人食用，不期今日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。菩萨道，你在天有罪，即贬下来，今忧这等伤生，正所谓罪上加罪，我今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，你何不入我门来皈依善果，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，上西天拜佛求经，我叫飞剑不来穿你，那时节功成免罪，复你本职，心下如何？那怪道，我愿归正果。又向前道，菩萨，我在此间吃人无数，向来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，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，净沈水底，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，唯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，再不能沉，我以为异物，将锁儿穿在一处，闲时拿来玩赏，这一去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，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。菩萨曰，岂有不道之理，你可将骷髅儿挂在头向下，等候取经人，自有用处。怪物道，既然如此，愿领教会菩萨方与他母顶受戒，只杀伪性，就行了杀，起个法名叫做个沙悟净。当时入了沙门，送菩萨过了河，他洗心涤虑，再不伤生，专等取经人。菩萨与他别了，同木叉径奔东土，行了多时，又见一座高山，山上有恶气遮漫，不能不上，正欲驾云过山，不觉狂风起处，又闪上一个妖魔，他生得又甚凶险，但见他卷脏莲蓬，吊打嘴，耳如蒲扇显金睛，獠牙锋利如钢锉，长嘴张开似火盆，金盔锦系塞边带，勒甲丝绦蟒蜕里，手执定把龙探爪，腰胯弯弓月半轮，啾啾威风七太岁，昂昂志气压天神。他撞上来不分好歹，望菩萨举定把救住，被木叉行者挡住，大喝一声道，那泼怪羞得无礼，看棒妖魔道，这和尚不知死活，看把两个在山底下一冲一撞，赌斗输赢，真个好杀。妖魔凶猛，晦暗威能，铁棒分心倒，定把劈面迎，薄土扬尘天地暗，飞沙走石鬼神经，九尺把光耀耀，双环响亮，一条棒黑悠悠，两手飞腾，这个是天王太子，哪个是元帅精灵，一个在普陀为护法，一个在山洞做妖精，这场相遇争高下，不知那个亏输哪个赢，他两个正杀到好处，观世音在半空中抛下莲花，隔开把杖，怪物见了心惊，便问，你是那里和尚，那弄什么眼前画哄我？木叉道，我把你个肉眼凡胎的泼物，我是南海菩萨的徒弟，这是我师父抛来的莲花，你也不认得理。那怪道，南海菩萨
可是扫三灾救八难的官是阴吗？木叉道，不是他是谁？怪物撇了定吧。那头下礼道，老兄，菩萨在那里。累烦你引荐一引荐。木叉仰面指道，那不是。怪物朝上磕头，厉声高叫道，菩萨恕罪恕罪。观音按下云头前来问道，你是那里成精的野史何方作怪的老智，敢在此间挡我？那怪道，我不是野史，亦不是老智，我本是天河里天蓬元帅，只因带酒戏弄嫦娥，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锤，贬下尘凡，以灵真性竟来夺舍投胎，不期错了道路，投在个母猪胎里，变得这般模样。是我咬杀母猪，打死群智，在此处占了山场，吃人度日，不期撞着菩萨，万望拔就拔就。菩萨道，此山叫做什么山？怪物道，叫做福灵山，山中有一洞叫做云栈洞，洞里原有个卵儿姐，她见我有些武艺，召我做了家长，又唤作道场门，不上一年她死了，将一洞的家当尽归我受用，在此日久年深，没有善身的勾当，只是一本等吃人度日，万望菩萨恕罪。菩萨道，古人云，若要有前程，莫做没前程，你既上界违法，今又不改凶心，伤生造孽，却不是二罪俱罚。那怪道，前程前程，若依你教我何风，常言道，依助官法打杀，依助佛法扼杀，去也去也，还不如捉个行人，肥腻腻的吃他家娘，管什么二罪三罪，千罪万罪。菩萨道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，汝若肯皈依正果，自有养身之处，睡五谷可以济饥，为何吃人度日？怪物闻言似梦方觉，向菩萨道，我欲从政，奈何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菩萨道，我领了佛旨，上东土寻取经人，你可跟他做个徒弟，往西天走一遭来，将功折罪，管教你脱离灾障。那怪满口道，愿随愿随。菩萨才与他魔顶受戒，只身为姓，就姓了猪，替他起了法名，就叫做朱悟能，遂此领命归真，持斋把素，断绝了五荤三宴，然后那取经人菩萨却与木叉辞了悟能，半幸云雾前来，正走处，只见空中有一条玉龙叫唤，菩萨近前问曰，你是何龙，在此受罪？那龙道，我是西海龙王敖润之子，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我父王表奏天庭，告了忤逆，玉帝把我吊在空中，打了三百，不日遭诛，望菩萨搭救搭救。观音闻言，即与木叉撞上南天门里。早有秋，张二天师接着问道，何望？菩萨道，贫僧要见玉帝一面。二天师急忙上奏，玉帝遂下殿迎接。菩萨上前礼毕道，贫僧领佛旨，上东土寻取经人，路遇孽龙悬吊，特来起奏，饶他性命，赐予贫僧，教他与取经人做个脚力。玉帝闻言，即传旨赦宥，拆天降解放，送与菩萨。菩萨谢恩而出。这小龙叩头谢活命之恩，听从菩萨使唤。菩萨把他送在深涧之中，只等取经人来，便坐白马上西方立功。小龙领命前身不提。菩萨带引木叉行者过了此山，又奔东土。行不多时，忽见金光万斗，锐气千条。木叉道，师父，那放光之处乃是五行山了，见有如来的压贴在那里。菩萨道，此却是那搅乱蟠桃会，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今乃压在此也。木叉道，正是正是，师徒去上山来，观看帖子，乃是俺妈那八迷轰六字真言。菩萨看罢，叹息不已，作诗一首，诗曰，看叹妖猴不奉公，当年狂妄逞英雄，七心搅乱蟠桃会，大胆私行兜绿宫，十万军中无敌手，九重天上有威风，自早五佛如来困，何日书身再显功。师徒们正说话处，早惊动了那大圣。大圣在山根下高叫道，是那个在山上吟诗接我的短笠。菩萨闻言，竟下山来寻看，只见那石崖之下有土地山神尖牙大圣的天将，都来拜接了菩萨，引至那大圣面前。看时，他原来压于石匣之中，口能言，身不能动。菩萨道，姓孙的，你认得我吗？大圣睁开火眼金睛，点住头高叫道，我怎么不认得你？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迦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成看古成看古。
我在此度日如年，更无一个相知的来看我一看，你从那里来也？”菩萨道：“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，从此经过，特留残不看你大圣道，如来哄了我，把我压在此山500余年了，不能斩正，万望菩萨方便一二，救我老孙一救。”菩萨道：“你这厮罪业迷失，救你出来，哄你又生祸害，反为不美。”大圣道：“我已知悔了，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，情愿修行，这才是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善恶若无报，甘坤必有私。”那菩萨闻得此言，满心欢喜，对大圣道：“圣经云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为之。你既有此心，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，寻一个取经的人来，教他救你，你可跟他做个徒弟，并教加持入我佛门，再修正果，如何？”大圣声声道：“愿去，愿去。”菩萨道：“既有善果，我与你起个法名。”大圣道：“我已有名了，叫做孙悟空。”菩萨又喜道：“我前面也有二人归降，正是悟字排行，你今也是悟字，却与他相合，甚好甚好。这等也不消叮嘱，我去也。”那大圣见性明心归佛教，这菩萨留情在一方神僧，他与木叉离了此处，一直东来，不一日就到了长安大唐国，莲雾收云，师徒们便做两个借赖游僧，入长安城里，早不觉天晚，行至大士街傍，见一座土地庙祠，二人进入，嚎的那土地心慌，鬼兵胆战，知是菩萨，叩头接入。那土地又急跑，暴雨成荒，设令挤满长安各庙神祗，都知是菩萨，参见告道：“菩萨。”数众神皆持之罪。菩萨道：“汝等切不可走漏一毫消息，我奉佛旨特来此处寻访取经人，见你庙宇全住几日，待访着真僧即回众神各归本处，把个土地赶在城隍庙里暂住，他师徒们隐遁真行，毕竟不知寻出那个取经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，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，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视障人士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，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，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。赶紧地看完这部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支持这个系列吧。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，请不要吝啬的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拇哥哦。